痛的情感，一个俱乐部 Skin Club。Hello， 大家好 ，Skin Club 又来啦。那 Skin Club 呢，就是我们 CS2 的开箱网站。你可以在这上面呢看到许多官方出的所有的造型，还有许多的玩法，例如说一般的开箱，或者是有 battle， 以及这个升级的系统。你也不用担心我们 Skin Club 的公平性，还要赞助这些我们的比较大的队伍啊，像小蜜蜂或者是我们的那个凯瑞根。Club 也提供了很多不同的储值方式，可以有 Google Pay、信用卡、加密货币，然后最重要的是你要在储值的时候输入我的代码。这样你就可以获得更多的优惠。然后呢，除此之外，我们的 YT 小活动一样在进行中啊，就是在四支影片下面都有留言、按赞我的频道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，那就可以获得抽奖的资格。那每个月会抽出一个幸运儿，送你一些一点小小的 skin， 代表我的心意啊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那我们开始抽箱。专属掉落。专属掉落不知道掉什么，好好奇哦，那我都开不到。我想开一下那个专属掉落。再来，这边应该贵的吧？怎么感觉都很便宜？完啦，都是这个便宜货，要亏爆喽！亏烂了！哇 ，AK， 艾尼的 APM， 最后一个，完啦！这个 CP 值大师箱感觉有点失灵了，还是这边搞个大的，35块的，你看看，哎呀这个哎、欸，我想甩看看新刀子哦，哇新刀好不好甩？20，苦啦，现亏15块，哦刀子。最后一个，哎，我高兴了一下，哦，刀子，看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这实在是大失血，这失血太快了吧，这是失血过多，失血过多那就变成失肾了，失血太多了，都抽不到这个专属的。来一个专属箱啊！你看它有超多箱子的、啊，只是每个箱子里面的东西也都不太一样。算了算了 ，battle 环节别抽太多，大家也记得啊，在抽的时候别上头，危险的。一不小心就想要赔回来，想要赔回来就有可能会输，输了你就没钱，没钱你就要去上班，上班你就不开心，不开心想花钱，花钱完你又输钱，输钱完你又赔钱，少那个箱子多一点吧、啊，这个你抽箱子少的很难赢哦。找那个箱子数量多的 ，Go！ 这个才有机会超过4块啊！你要选箱子多一点的，4个箱子啊，然后又4个人，这样总共有56块，56个箱子，56个箱子总会超过4块，4块6了吧？有没有？像我这样张到1块就很爽，到时候总和加起来就很大。那你才有机会超过你的成本了，才有机会赚了。喂，他抽到一个8块怎样？完啦，他赢啦！喂，你看他这样11块，23块，只是箱子多，你要抽比较久了，就是你这个输赢就要输赢比较久。如果你箱子少的，就是直接输赢的。啊，又点到别人的局、啊，算了算了，我们来升级环节，升级哦，这个又是另外一种玩法、哦，
如果你抽到一些很烂的东西，别紧张啊，把你的这些便宜货、垃圾变黄金，就从这里开始了。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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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！咚哧咚哧咚哧咚，来喽！呜呼！干嘛轻松又赢！哇，这个刀虽然说花色不太好看，但我觉得我会喜欢呢。停！不要啊！到底是为什么差那么一点？早知道刚刚就左边再让它上去一点点了，不然调太多。你也可以不调啦，他现在给你这个调，你就可以调了，你就觉得很烦哦。早知道别调。喂，不会吧？就让我爽前面，然后后面这样狂输，还是我们拼一次20倍的看看？要放哪里？看不爽啦！但他很常停在这里，不然就放这好了。来啊，20倍！完了，看老子20倍有搞头哎！再次，再次，再次，刚刚有张到一把，这个交接处应该是比较有机会的吧？靠腰嘞！再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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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20倍其实蛮爽的。换这里啦，下好离手，完了，嘿嘿嘿，算了，20倍看起来很爽啊，但好像也蛮不爽。那大家记得 YT 要按赞、订阅、留言啦。那我们下部影片见 ，Skin Club， 感谢大家收看，晚安，再见。不同的情感，一个俱乐部 Skin Club。